那我们今晚上要开车去看抢人数，跟我抢人数干嘛？他开早上就四五千人，何必呢？阿雄开到十二点，阿雄是今天生日哦，几号生日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哎？四月二号，明天。那我们先祝阿雄四月二号一整天过得顺顺利利。那今年生日就祝他个今年赚大钱，实况呢蒸蒸日上，那事业蓬勃发展，好不好？该住的都住一下，住一下，然后跟破产了，不会啦，有我的祝福，拜托。怎么会？紧急消息，恩尔的工商被退光了，没啦，哎呦，祝他那颗少的，祝他少的那颗长回来。祝熊哥另外一颗肾给力一点，长大颗。没有少一颗，只是比较少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祝他另外一颗比较小的会长回来啊，长大颗啊。祝他在突袭待得开心，嗯。祝他在突袭要开心一点。他跟观众有时候会吵架，有时候会开得很不爽。加油，熊哥！